需照看。 欢迎收看九方诊股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盘股论金节目，追热点，诊个股，选策略，上九方诊股 APP。 大家好，我是伊可。在结束了一周的交易后，您有怎样的体会呢？周五的市场最终以缩量调整结束了连续三天的横盘震荡，以题材、超跌、生效为概念的炒作也告一段落。下周的市场会否将修复指标作为目标继续震荡整理呢？概念炒作退潮背景下，我们的操作又要何去何从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您可以关注谈股论金微信公众号，发表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您如果想登台亮相发表真知灼见，可在谈股论金官方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袁建新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带来的最新观点。袁建新你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对于缩量回调啊到底怎么看，我想先来表明一个态度啊。我觉得缩量回调或是一次上车的一个机会。那有人说今天老袁啊，前面四天都是阳线啊，今天缩量还留下了一个点的一个跳空缺口，难道是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不是结束了这轮上车的这一轮上涨的一个行情吗？这样啊，我们还是展开啊，一点一点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对市场的一个看法啊。看点一，市场选择先下，把握倒车接轮的一个机会。其实今天的一个下跌，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啊，直接跳空低开。那你说凭什么它今天会直接跳空低开呢？总有一个导火索了，对吧？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显然今天的一个跳空低开是跟隔夜欧美市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下跌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并且我们在开盘之前看到九点开盘的新加坡 A50 指数的一个期货今天是直接有下行的一个动作的，所以今天市场跳空低开并不意外，这是一。第二个，我想近期的一个市场，尽管前面四天都是阳线，都是红盘，对吧？但是后面三天就像刚才伊可所说的啊，四根盘整的一根小 K 线，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道之下，今天的一个低开又加上是周五的一个因素，有很多投资者啊，前面呢是赚了不少钱啊，到了周五的时候呢有点紧张，看到一跳空低开又把五日均线给跌破了，哇，赶紧下车啊，就是可能跟这些因素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目前情况下啊反而可能是应该要把握住这次倒车接轮的一个机会呢？我想从走势上的一个情况来看，这轮上涨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是沿着五日均线和十日均线缓缓上升的，对吧？今天确实是跳空低开把五日均线给跌破了，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五日均线跟十日均线两者的一个距离啊是非常非常之近，而之后明显在十日均线这位置啊双方是有明显的一个争夺的，并且这个争夺的最后结果十日均线并没有失守啊，这是一点。第二个，昨天我们在判断这个市场是先上后下还是先下后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确实从今天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是错了，哎，我们判断是先上未来再下，但是最后的一个下的一个结果，无论是后下还是先下，我们都认为这一段的一个行情是提供给你一个倒车接轮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的啊，无论是看目前我们股市的一个政策环境还是外部的一个环境，我认为最差的一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从政策的一个角度来说，那连篇累牍的一个政策我都不知道啊出了多少道了啊。
网上有说是20几的啊，这现在这个我们不去追究，但是很明显的是，基本上市场当中股民提出啊，要风会给你风，要雨会给你雨，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市场环境当中最坏的一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市场2923点以来上涨的一个幅度并不小，所以再度回落。创新低的可能性是偏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倒车接轮的一个机会。至于买什么，我想我们从看点二来跟大家聊啊。看点二，以科技为主线，操作切忌追涨。其实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说，10月小长假过后啊，上来第一天，我们就把节日期间，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啊，有时间做一个仔细的一个思考。我们把节日期间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做了一个汇报。我们的想法，可能年内你再怎么再起一波大的一个行情，让你赚得盆满钵满啊，那可能从现在来看呢，只有市场当中的一些多连板的啊，是要怎么说呢？要有最大的一个决心去抓取的，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通常而言，对机构而言的话，那显然是做不到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把眼光放到明年2024年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市场的话，那就简单了，那就去看目前情况下一些政策支持的行业有没有可能到明年啊，在政策支持的一个环境之下，政策落地之后发酵啊，然后开花结果。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我当时记得第一天是给了大家三个方向，一个呢是卫星互联网，对吧？第二一个呢是这个是数据入表啊，第三一个呢是新型工业化。那很明显呢，这是三个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行业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时有表现。之后呢，我们从行情的一个角度，哎，发现啊，很有可能明年人工智能将再度焕发，可以说是第二春吧。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人工智能的一个瓶颈在哪里呢？很显然是算力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又加了一个算力。从近阶段的一个行情来看，那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卫星互联网啊，是从9月之后啊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一个炒作啊。那么它呢，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苗头。另外呢，像新型工业化呢，是借助于上一周吧，啊，人形机器人也是出台表演过，对吧？至于数据入表啊，我想从10月25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成立了数据局以后啊，那么相关的一个工作呢，会在紧锣密鼓当中慢慢往前推进。所以说，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对于我们可能抓不到那些这个快马的啊、黑马的啊这些投资者来说，是静下心来认真选择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情况下呢，操作上呢不要去追涨啊，那可能是比较稳妥的。至少在这个位置策略上，只要你不去追涨，那么应该说那些有未来有政策支持的这些行业，那应该说这个市场的未来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啊。这是看点二，看点三。多头或在逢低吸纳啊，大家呢，我觉得我们散户朋友呢，也该是动手了。很多人说老袁啊，今天缩量了，对吧？昨天是不是缩量呢？也缩量了，连续2天的一个缩量，今天呢还有了一个跳空缺口向下，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行情已经结束了？那我想缩量呢要看怎么来看啊。首先呢，今天是周五，刚才呢我们已经提到了。周五呢，市场有部分投资者一段时间来赚的比较多，这次明显今天开盘直接跌破了5日均线之后呢，有部分恐慌的，那这部分资金呢是有出场的一个信号啊，这是一点，对吧？第二一个，缩量难道就代表市场是结束的一个信号吗？你看看上周的一个市场，周一1万亿，周二9000亿，周三8000亿，周四7000亿。啊，周五也是7000亿的一个水平，对吧？但是我们很明显看到市场萎缩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空头大肆打压的一个动作，因为上周整个一周波动的一个区间，
窄到你难以想象，只有三十八个点啊，上证指数啊只有三十八个点，1%出头一点点的一个波动，一周情况，结果周末出了一条利好，这条什么利好呢？相信大家都清楚，对吧？有关券商并购重组要大力支持，就这么一条消息，结果周一我们可以看到是马上就给你演示看。前一周的啊，这个波动区间的一个上限一跃而过，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市场在目前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点利好，市场就会给你放大的一个效应。这跟之前7月25号之后，8月28号，包括8月28号之后相关的一些政策利好落地，市场的一个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是针对一个行业，还不是针对整个啊这个股市的一个利好消息，而这个利好消息有没有拿出真金白银呢？没有看到啊，但是市场就给了你一个正面的一个反应。所以说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保不齐在周一之前说不定也会有一些利好的一个出台啊，假如有的话，那我们回过头来要思考，今天走掉的那部分盈利的一个资金是为了避险而走掉的，那下周它会不会反场？那如果会反场的话，那指数重新回到五日均线上方，那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目前情况下呢，既要看到从2923点上涨带来了一大批的一个获利盘，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要看到在这个位置再幻想要跌破2923，那这个难度太大了啊，我觉得是难度太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个位置我想建立一定的一个仓位啊，是顺着一些机构对明年的一个思路来展开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其实也，好吧，这是我对盘面的一个看法，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展元啊，另外一位是徐世龙，两位好啊。那今天呢，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回踩，多空啊，从盘面的一个角度反复拉锯啊，下周市场会如何来运行？我们来听听两位嘉宾是怎么看的，展元怎么看？我们先讲个简单的观点吧。对，简单一个观点。简单观点，我觉得近阶段应该是跟你前期的观点差不多嘛。应该说回调是加仓机会嘛？啊，你也觉得回调是加仓机会啊？那徐世龙呢？我觉得这个2923点确实是一个低点，第一波的反弹行情呢，目前来看是基本上快结束了。那么我觉得现在的二浪的回踩是一个试金石，二浪回调的深度将决定了这一波反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强度多少。嗯，好啊，两位呢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看法。那朋友们觉得？这次指数回踩，下周市场会如何来运行啊？欢迎在我们谈股论金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跟我们做一个交流。待会儿呢，我们来看看啊，到底你们啊是大家的一个意见是什么样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谈股论金栏目组呢要跟大家聊聊对于下周市场的一个看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啊，那上证指数呢今天低开啊，低开的同时就失守了五日均线。此后呢有过探底回升的一个动作啊，并且下午呢是来来回回在十日均线的位置去拉锯啊，但最终是守住了十日均线。全天的一个波动区间今天小到惊人啊，只有17个点。午后呢是进入了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最后是收了一个缩量垂头的一个阴线，留了一个点的一个缺口啊，很小的一个缺口。下周我觉得只要守住十日均线啊，在这个基础上需要夺回五日均线，方能够进一步上涨啊，以达到3100点的一个上方。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月空、周空啊、周多、日空的一个趋势是可以观望的。明天的啊，周一的参考波动区间3021到3048点。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啊，创业板呢今天低开。也是失守了五日均线之后啊，进入了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一度威胁到2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全天的一个波幅啊，仅仅只有11个点，可以说是今天几乎是没有什么波澜啊，一根极小极小的一根十字阴线啊。
但今天同样是留了一个缺口啊，缩量啊是比较的明显。对于下周来说，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夺回上方的五日均线。从趋势来看，月转平周多日空的一个趋势是应该要保持观望的。下周一的参考波动区间1995到2018点。我们再来看看上证50叠加中证1000分时走势的一个情况啊。很显然呢，今天还是50指数啊是带着指数往下行啊，从前面45分钟啊这个走势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中证1000呢比较明显的是什么，一开盘的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是跟随上证50的，之后想要摆脱往上走啊，结果半个小时以后看到上证50还没有反应啊，那就跟随同流合污了啊。所以最后呢两者的走势啊，从这里开始呢两者基本上是同向的啊，只不过在市场有所 企稳向上的一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午这一段中证1000呢还反应更强烈一些啊，似乎想要摆脱再度翻红的这种走势啊，但最终直到尾盘啊尽管有所走强，但是还没有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看来呢，决定市场强弱的一个关键因素还是在于权重股啊能不能走强，我想下周一呢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啊。那看看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北向资金流出的一个主力是什么，沪股通啊，深股通流出是15亿，很明显呢沪股通是压制住了啊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最终北向资金是流出了48亿。来看一下南下资金，南下资金呢今天是流入43亿，但最主要的一个快速流入段是应该在3点之后出现的。那么这对 A 股市场来说那影响就偏小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嘉宾的观点啊，这个徐世龙在今天早晨给出的一个观点认为，短期回避累积涨幅大的啊是相应的一个品种，低吸调整到位的权重板块。那么还有呢是白影间啊，是昨天的一个观点，觉得大盘弱震荡等方向，小盘成长注意调整回落，持续关注超跌的锂电板块。还有邱广敏是认为股指回踩之后啊，守在5周均线的一个上方，下周指数将依托5周均线反弹。吴嘉宾呢是觉得上证缩量失守了5日均线，继续耐心等待3020点下方的介入机会。还有许文杰呢是觉得市场缩量加北向的一个流出，短期会有延续回踩，巩固底部的一个形态。那么许文杰的一个观点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待会儿呢我们会跟他连个线啊，来展开请他聊一聊啊。另外呢，我想最近一段市场啊，这个操作性还是比较强。那么今天在回落的一个背景之下，操作性还有没有，也要听听他的一个观点。陆毅呢是觉得指数正常回踩，逐步吸纳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宋陆毅呢是觉得缩量回踩，轮动在加快，科技良性分化，半导体关注先进封装和存储芯片啊，这是我们一些嘉宾在有看头加上的一些观点啊。那朋友们白天在操盘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些迷惑的话啊，那不妨到有看头加上来看看我们嘉宾他们是如何想的，或许能够帮到你，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场内来请出两位嘉宾，我们先从徐世龙这边开始啊，来听听徐世龙的一个判断，来有请徐世龙。好。对于大盘跨年度行情这个观点啊，我保持不变，因为我觉得2023年这个低点就基本上就形成了，后面就是看怎么一个震荡上扬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从两种资金上来分析，先看北向资金，北向资金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跌幅趋缓，它不是在集中的流出了，在这里有一段进出啊，又来回了，哎，就打平，相当于是打平，因为11月份到目前为止也就。只净流出2亿嘛，对吧？那么这样一种数据呢，只能告诉我们目前资金在这里呢不是特别的激进，它不是一种强势上攻的一个态度，只是维护一个盘面，不再连续下跌。从流进流出的一个天数上来看，也是本周啊加上上周末的时候都是横，就是3天连续流入，对吧？这个是3个月以来首次出现这个状况，但后面是连续3天又流出，就相当于但流出也是因为流入是。连续3天，这是3个月以来首次、啊。对对对，是，这就是底部它有一个换股吧，有调整换股的这样一个节奏。
那但是我们从融资融券数据上来看呢，就这个就相对就比较乐观一点了。这说明，我们一些资金体量比较大的一些账户啊，在这里也是确认这样一个2923这样一个底部，他愿意在这里不断的去通过融资的方式啊，在底部去不断去加一个筹码。那么从这两个数据上来看，我们得出个结论，就是说底部确认，但是上涨的速率或者节奏可能会放缓一点，它是一个震荡上扬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大盘的 K 线形态上来看呢，我觉得它既然这一波上去以后，那么就要确认它后面的一个这一波上涨的它的力度到底有多大啊？是连续上涨，还是说这个标准的一个技术图形的一个回踩？那么首先我们要确认是，如果说它是上涨以后回踩到这根短期上升趋势线，就这根红颜色这根线，如果踩到这个就直接再往上攻呢，那是最强的一种上攻的一个方式。那么明显这里已经不是了。就最强的上攻方式这里已经结束了，因为它已经把这个红颜色这根线已经取消掉了啊，已经踩漏了。那么这波上涨其实是对于最近这个三四个月以来的一个下降压力线，下降压力线的一个突破。那么按照标准来说应该是回踩到这个是60分钟线吧，60分钟线，对，60分钟线里面它应该有一个回踩，回踩到60分钟线这个下降压力线，下加压力线这边大概是多少点？正好是3000点整数关口。如果说3000点整数关口在这次的回调当中不被跌破的话，那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突破回踩再起来。这是标准的一个走势。哎，标准的一个走势。你觉得还会保卫一次3000点？对，如果说这个话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反弹力度应该是还算是比较强的，因为这是教科书式的这样一个上涨嘛，对吧？那么就怕是把这个下加压力线再次跌破。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成交量上来看的话，其实每天的第一个小时成交量它是在目前逐步缩量的。那么所以从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从10000亿一直往下跌，跌到今天的8000亿，每天是1000亿在缩嘛，那说明这个是资金的态度是相对是比较谨慎，而 MACD 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绿柱的一个扩大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从我的角度，我是无法辨认出这个目前的回踩力到底有多大，但是我要看到一个拐点，也就是说当这个 MACD 再次金叉的时候，我们看它这个拐点拐在哪里，来决定这一波反弹的力度到底是有多大。那所以现在目前还看不出来，还看不出来，从观望角，因为从资金这边不是非常的冲动。那如果你能不能猜一个，你觉得是这个标准形态还是还会跌破？那从我的角度，我当然希望在3000点整数关口这边就能够踩住了，对吧？那么这个猜的也不是说没有依据啊，因为我看了从去年开始，2022年也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涨的，当时也是这样一个，当时也是11月份和12月这两个月，大家看到也是前面有一波这样一个上涨，这一波上涨的节奏跟目前来看有点差不多啊，也是这样一个上涨，但后来有3次都是回踩到了3050这样的位置。回踩完以后，这一波，然后这里一波，是吧？这一波回踩是在12月份回踩到3050，踩住啊，就连续3次都是在3050这边踩住以后，然后拐头向上，开始第二年的一波连续4个月的这样子震荡上扬。那么这一次如果说能够在3000点附近，也像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11月、12月这样有一个合理的回调，能够踩住的话，那我觉得今年的后面的跨年度行情应该是可以复制去年是这一波。那你现在觉得目前是哪一次呢？是第一次、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觉得第二次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目前还是第二次。第二次。那还会再上一次了？上次再回踩一下，因为12月，我觉得12月中旬到年底可能还有一波回踩的力道。这是从目前指数的一个角度。对，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啊，那我们再从北向资金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是觉得目前整个一个资金在这里呢，还是有目的的、有方向的在做一个出击，但不是全方位的出击。这张图是北向资金持仓最大的前20个板块。这20个板块里面，其中有5个板块啊，我每次来基本上这5个板块的行业都是北向资金一直在不断的一个建仓的。像这个医疗服务。要红的是吧？对对，医疗服务、消费电子、汽车整车、半导体，还有这个电力行业。大家应该感觉到最近这一个月很多的热点都是围绕这5大行业开始去展开的。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比如像金融三轮马车，它没有集中性的一个攻击，所以大盘指数也不可能很迅速的一波拉起来，那更多的是一个盘面的一个赚钱的效应。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北向资金连续加仓的一个板块，那么从最近这个上来看，如果说资金真的很冲动的话，那么连续加仓的前10个板块
它不可能就只有这种稀稀拉拉，因为我们看下方的柱状体的一个高低啊，你们看其实只有3到4个板块下面的资金体量是比较大，其他都体量比较小，所以这两个板块的数据的统计比较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它的一个真正赚钱效应和资金的态度只是在个别的板块里面呈现，比如说像消费电子最近其实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个股在这里都有一个赚钱效应的，那么还有像电力行业目前也正在这个建仓，还有像生物制品医疗服务也是目前有一个建仓的一个过程，那么如何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再找到后市一个方向，我们想在后面再跟大家再详细来分开来解读，就赚钱效应和对于大盘指数的影响，其实它应该是分成两块来讲。好啊，谢谢徐树龙啊。那徐树龙呢，人送外号徐北向啊。那徐北向呢，研究北向资金呢，跟我们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确实有不同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好多投资者呢，就简简单单看一下啊。哎，今天北向资金流入多少？哦，今天流入20亿啊。今天流出多少啊？流出多少啊？其实徐树龙根本就没有关注这个。啊，顶多呢放在一张表上来看一下啊，一个月啊，这个流出多少啊，流出多少？它主要的一个精力是放在北向资金流入的板块，注意啊，流入的板块，而且还要持续流入这个板块。那是不是所有持续流入的板块它都看好呢？并不是的，啊，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前几次呢也已经说过啊。那如果这一次你还想了解深刻的话，那要听听它后面。跟大家说北向资金他怎么从流入当中去挑出他看好的啊，这一块你听明白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徐北向真不是浪得其名啊。好了，不多说了啊，说的有点像给你做广告的有味道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出展元啊，来听听展元的一个分析啊。那相信展元也有他的一个独家的一个独门的一个东西啊。来，哎，该你了。 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也看不了那么多。我呢今天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指数啊，这个指数呢叫全 A 等权指数。就说说这个全 A 等 A 等权指数到底有什么特点让你看中了啊？两个特点，第一个全 A，全 A 啊，我们都包括了，市场的5000多只股票、啊、深圳对吧？对，都在里面，只要是 A 股嘛，全 A。第二个呢，等权，等权，就说权力相等，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吧，它某一天的这个涨幅或者跌幅呢，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指数涨2%，那么我就把市场5000只股票的涨幅全部加起来除以5000啊，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你的市值没有涨过这个指数的话，说明你跑赢平均值，对吧？如果说今天涨2%，代表市场平均涨了2%。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从这个指数的表面上来说呢，我觉得因为我们权重嘛，现阶段最起码我觉得现阶段我们过分的去研究上证指数和这种宽基指数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显然权重在里面起到的作用更大一些嘛。而权重何谓权重？因为它大嘛，对，那大大的东西要涨需要更多的钱嘛，钱在何处？10000亿也不够对吧？那不就得了嘛，10000亿也不够，对，那既然这种情况下那大的涨得动吗？涨不动。那对于有限的资金而言，大家都知道资金永远是逐利的，这个市场的资金不跟他说就会亏钱来的吧，那挣钱总得找到出路，那大的推不动，小的行不行？先玩起来嘛，先把钱赚起来嘛。另外一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点起一块来，慢慢把大盘推起来，也是好事情嘛，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全 A 等权指数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引。从这个指数来说，首先下方的最底下的那两根线，一阴一阳反包线，大家都看得懂的吧？这里是吧？然后啊，对，左边一个缺口，右边一个缺口，下面放了两根线，这是什么？导性反转，对吧？导性反转配合放量，那是一个典型的未反走势嘛，对。那么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间，遇到了前方的一个小小的障碍，人家没有回撤，横向整理。你是指上一周？对，横向整理完了，再来个调控，再拉一波，强还是不强？那现在呢？其实现在的位置又回到了前期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区间内。对吧？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它依然面临着一个压力位置，对，就在这一带，对吧？是这一带，对对对，就这一带一个位置嘛。那么我们要知道，稍微懂点技术的应该明白，压力位是跟时间成反比的，以当前位置越近的压力位，压力效应越强，对，越远压力越轻。那么现在来说，现在这个压力相比于前一轮的压力，显然现在远了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适度的整理以后，有望再次发力。从这个指数上，我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底部不错，未反。很强，
第二，上升趋势已经形成。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指数位置对应到前面的上方压力位的位置的话，时间往前推的话，等同于我们现在上证指数大概在3250点的位置上，对，而我们现在上证指数还在3050点下方，整整差了200点。那么我想问，这个200点涨到哪里去了？大家有没有拿到这个钱？这是最关键的。这你研究明白了吗？啊，差不多了，差不多啊。给个结论，给个结论，回调是机会。这个指数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上升趋势。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哦，赚钱的机会就在后方。哦，就这一村了啊！这个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啊。对对对对。好啊，那这个展元的一个观点也是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不过呢，我觉得从全 A 等权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确实也有它的一个独到之处啊。因为对于每个指数，它设立以后啊，一定在某一个时间段啊，对市场的分析来说可能会帮助更大一些。至少从现阶段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全 A 等权指数啊，对市场的一个分析，对你信心的一个树立应该是有帮助的。好了，不多说，我们来送出一个福利啊，第一财经20周年庆感恩回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有加 APP， 限时领取30天 VIP 使用权，大咖在线直播点评，捕捉市场新风口，三步买卖指标揭示个股强弱区间，规避交易风险，思维度深度整股，看清趋势走向，功能升级，福利升级，体验也升级。现在就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家 APP， 更多惊喜好礼等你来领。有看头家，让投资大有看头。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以后呢，再回来，再来请出几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下周如何来操作。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独家冠名。做投资要有好顾问，有不懂问九哥。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基于9张证券领域大模型，具备大盘分析、板块挖掘、热点追踪、个股诊断、策略生成、金融百科、事件推理、情绪陪伴8大核心能力，24小时在线即问即答，为你提供高效、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上九方诊股 APP， 投资不绝，问九哥。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3个世纪的经典。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独家冠名。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涨幅居前的5个板块啊，有哪些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有供水供气啊、能源加工、医药电商、SPD 概念啊、存储概念啊，涨幅居前的啊，2.1%到1.29%。下跌的呢有 AI 训练、快手概念、算力概念、电子身份证服务器啊，一律呢是跌幅超过2%。那么这是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还是跟许文杰啊来做一个连线啊。许文杰你好。哎，张先生，老杨好。啊，许文杰已经在线了啊。那今天那个市场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啊，一缩量了啊，第二个呢跳空向下啊，还留了一个跳空向下的一个缺口，有部分投资者呢感觉哦很迷茫啊，是不是这一轮上涨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所以想听听你对市场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呢，那我们注意到呢，近期的一个市场热点分层啊，那相关的一个操作性似乎还是很强啊。那都知道呢，你是追风少年啊，那对市场目前风力还是比较多，风源还是比较多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操作的问题也跟我们来聊一聊，好吧？来，有请许文杰。嗯，好的，老袁。那么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刚才老袁提到的一个大的环境这一块哈。我们这两天说过，对于市场的一个大环境的指标主要集中在3块啊，一个是量能、北向和美债。那么从今天的盘面来说，其中两个啊，那个成交量和北向资金啊，显然都是一个负反馈，因为我们之前对于成交量的划分就是9000亿啊作为一个分水岭
那么今天呢是低于了9000亿啊，甚至已经接近了8000亿。随后呢北向资金也是流出了将近50个亿。所以这两个指标叠加之后啊，这样的一个负反馈导致了我认为短期市场来说应该会有一个延续回踩的一个过程。但是从中期结构来说的话啊，仍然还是底部，包括我们昨天节目时候也跟大家说整体的一个上升趋势啊，中长期的上升趋势还是维持。所以说我认为是短期巩固底部形态，但是维持中期是那个下方底部的这样一个观点，后续等待新一轮的一个拉高。那么从热点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到，其实从短线角度来说，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市场的资金去集中在某一两个哪个热点当中，形成未来的主线。而最近市场属于这种多点开花型的行情，其实不太有利于短线层面的一个操作。所以说我们对于热点这块是需要关注能否形成进一步的分化。那么今天盘面当中呢是有进一步的分化，但是我认为分化的程度还有点不太够。像今天的话之前的一些高位的老热点在逐步的弱化，比如说像汽车，比如说像消费电子这些，在逐步弱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它们作为就是太弱留强的这个太弱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可能会对他们的关注度短期就会比较的低。那么剩下的一些品种我们看到了低位新冒出的一些新冒头的一些分支，我们会比较着重的去关注。像今天盘中的话是芯片跟券商这两个方向相对来说比较的突出一点，但是持续性怎么样我们需要通过下周来进行跟踪。所以说我认为下一轮行情的话主线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等到市场来验证，但是我从主观上来说可能觉得还是科技类方向未来冒头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因为纵观全年啊，今年第一季度上半年主要炒的是 AI 跟科技类相关，年中到现在啊，主要是一些华为概念也是科技类方向，所以说从整个链条来说逐步扩散到科技类的其他分支的概率啊相对比较的大。但是我们做交易还是需要除了主观判断以外还是需要客观的去跟随市场，所以说我觉得心里我现在大概有一个方向，但是具体的操作层面还是跟随市场，让市场给我答案之后我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跟随跟应对。另外还有一个两个现象，就是最近两个风格化的东西我今天提一下。就一个就是说最近在轮动的过程当中强发酵的板块或者当天最强的那个板块，我们在短线里面甚至会如果说当天板块有点高潮的感觉，就是涨停板数量特别多的那天，往后的那两三天一般来说都不太适合去接。比如说上周五异动的机器人在周二周三在周一周二两天逐步的弱化，以及本周初异动的那个短剧概念传媒游戏概念，其实在这两天也是有明显的弱化。我记得周三的时候那天还是大涨的，随后到了昨天就变成了大跌，整个影视传媒。所以这个现象点告诉了我们，如果当天看到某一个板块特别强，大家晚上舆情热度非常高的时候都想着第二天去接的时候，反而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风险。这个就是说容易踩坑的点我这里观察到了，就与大家做一个分享。另外一个风格化的东西是从昨天到今天虽然说一些连板类的品种或者一些投机情绪的品种比较的弱，但是里面也有分化，主要弱的是一些10厘米的高位品种以及一些中位股高位股的品种，但20厘米的方向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抗跌，甚至有部分的品种比较的强。所以说我未来下周初我可能会关注一下，如果说我要做一些投机情绪的参与的话，我可能会往20厘米方向看的会更多一点。那其中这个原因也很显然，就是投机资金在前段时间10厘米的品种打出14连板11连板那么大的高度的时候，其实有相当多的资金没有完全参与到里面。我们从龙虎榜的资金，从个股的成交量的资金，我们就看到其实里面参与资金比较的少。所以说如果从投机情绪角度来说，不排除有部分的投机资金需要有一个宣泄口，因为之前10厘米没有参与到，然后会不会找20厘米作为宣泄口，甚至找一些无限制的次新股作为宣泄口。因为今天我也看到一些无涨跌幅次新的品种今天盘中一度涨了30%，最终有所回落。所以这两个现象，一个是20厘米的走强，一个是无限制次新股的那个爆发或者说异动告诉了我们短期的一个投机情绪可能会有一个突破口的一个宣泄，这是我下周的一个关注点，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好的，老袁。好，谢谢许文杰啊。那许文杰呢，虽说我们都知道啊，是追风口啊，追风少年嘛，那照理应该是激情四射的啊。但是我们发现啊，今天跟我们提示的一些现象来看啊，许文杰也是保持了一个冷静的一个头脑啊，这点我觉得难能可贵啊。那许文杰呢，也是在我们有看头加上啊，是有他的一个专栏的啊。
那投资者如果对他的这一番啊跟我们介绍的一些想法感兴趣的话，那不妨啊每天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到他的一个专栏去看一下啊，他当天想了些什么啊，准备干些什么，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场内啊，来请出场内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下周市场准备怎么操作，有哪些想法。我们先从徐世荣这边开始，来有请徐世荣。好的，首先非常感谢老袁前面对我这个北向技术的一个总结 啊不是总结，是根据你的一个表述啊，我得出的一个感悟。对，其实很多人对北向资金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误解啊。那我们再次我今天再次再把北向资金我的看法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我先来谈一下就目前对于整个市场最有赚钱效应的那一批资金关注一些板块。我们说我们对我来说我们是研究行业板块的，一共是86个行业板块。那86个行业板块我们肯定是研究不过来的。其实我们就看北向资金流入最多的前10个就可以。那么最近这一个月北向资金这个流入最多的前8个板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消费电子、半导体、光学光电子、汽车整车、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和游戏。那么大家对这些板块其实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因为最近一直是活跃的就是他们这一批。那么这一批板块里面呢，我们把它分成两块，一块就是4个周期日周月季全部都是净流入的，前面4个板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把4个板块的走势和北向资金的一个建仓的情况啊，做了一个图表。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张图表里面，很明显最上方消费电子是最激情的这一批。为什么最激情呢？最近的1-2年时间，它的一个目前的板块指数已经是创了一个新高了，而且下面的北向资金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仓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碰到这样一种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回避的，因为它的高度很高，相当于这个性价比不高了，因为基本都是获利盘了嘛，对吧？如果进去的话，你最多是做一些补涨，而且补涨也要快进快出。那如果大量的去做追涨动作呢，那么跟前面那个嘉宾一样，就是属于风险性比较高，性价比不高，这肯定不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我们研究的方向是资金要进去，但是呢它的涨幅又不高。那么另外3个大家可以看，像半导体板块目前的大盘的这个点位以前面的前高，其实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下方的北向资金一直是处于孜孜不倦的不断加仓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半导体的目前上方的空间以及它的一个进去的资金量上来看的话，半导体肯定是首选，因为目前来看它这里还没有完全的充分的释放这样一个利好，应该这里还是一个底部在不断一个建仓的一个过程。那么下方两个，一个是汽车整车，一个是医疗服务，这两个板块那么跟半导体比起来，那么上方的空间略小一点，因为下方其实它已经是有过1-2波的向上了，特别像汽车整车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第2波的一个上涨了，对吧？那当然下方的这个资金量也是非常的大，这个跟整个汽车整车它的目前的规模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汽车行业它的本来的体量就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个像医疗服务，其实我们在前期已经有过一个解释。那么医疗服务跟半导体比起来，它的一个弱点跟优点在什么呢？上方的空间差不多，但是呢医疗服务的上方空间比半导体要稍微小一点，但是医疗服务横盘的时间过长，而且下方的资金的体量肯定没有半导体来的那么大。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图比较来的话，如果说要去优选的话，我们肯定是目前优选半导体。半导体一个是活跃度比较大，而且半导体里面很多都是20%的一个涨幅嘛。那么医疗服务呢，即便是北向资金大量介入，可能这里是做一个相对是第二梯队的，因为它的涨幅相对就偏小一点。那么这是对这个赚钱效应的我们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比较热烈的那个游戏板块。对，游戏板块这个板块的走势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到前期有一波大涨。游戏板块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它整个持仓量保持平衡。我说的是持仓量，它不是一个这股数啊，持仓量，持仓量当然等于股价乘以它的股数。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一波上涨，它的持仓量也是保持平衡，说明什么？说明北向资金在不断的上涨过程，它是在不断的减仓的。但是后面的这一波下跌呢，它同样是保持平衡，它说明要把它拿回来了。那么从这样一个这个特性上来看，我们说明北向资金对于这样一个行业的后市的发展其实是长远看好的。但是它会在里面做一个高抛低吸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现在再次突破了目前短线的一个下降压力线，
那么我觉得可能要等它这一波的回踩以后，看看能不能再创新高。如果再创新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介入点。嗯，啊，这是盘面的赚钱效应。另外，我们说对大盘指数，大盘指数其实现在目前表现是不温不火，是比较慢慢的开始向上震荡。那么对大盘指数影响，目前由北向资金介入只有四个，一个是电力，一个是食品饮料，一个是酿酒，一个是证券。嗯，那么食品饮料跟酿酒目前表现是相对是比较疲缓的。嗯，那么另外一个像电力行业，我觉得它是可以的，因为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抄底的一个动作。另外一个就是我说要说的一个证券，证券板块为什么要详细说呢？因为上次来的时候我把证券板块做一个重点。嗯，那么现在证券板块又开始上来了以后，我觉得第二波的行情可能要起来，但是要注意这一波的行情可能没前面那一波那么大。有上涨空间，但是上涨空间可能会比前面再小一点。嗯，好啊，谢谢徐松龙的一个分享。我接下来来请出展元，好，来听听展元的一个思路，来有请。啊，我的相对比较简单嘛。第一个呢，就是我是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只能讲讲指数嘛，那么就从指数聊嘛。第一个就是说存储芯片，嗯，啊，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全 A 嘛，那从存储芯片走势的角度上来说，要强于全 A。嗯，那找龙头不就找强势嘛？嗯，对，那强的就要跟他玩嘛。对吧？那现在这个走势应该说上方横盘整理，前方压力位就等下花了嘛，整个上升趋势形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嘛。嗯，另外一个作为存储芯片这一块，据说国外已经在涨价了嘛。嗯，另外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些外在因素，我们不多聊，但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值得关注。那么第二个板块就是那个元器件。嗯，啊，元器件板块，元器件板块其实走的也是比较强的。这个地方呢要注意，因为全元器件板块里面的个股很多，大概我看了一下有200多只。嗯，你想200多只在清明大拉个大阳线，说明它里面的龙头股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去找一些强势股的话，元器件里面的一些龙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两天可能有一些调整，不是大家都在讲灰色接倒车接人嘛。嗯嗯，但是其实我不相信倒车的，这倒车说不定就把你栽进去了，万一倒沟里去了，嗯，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合理的回调，对吧？合理回调，因为整体趋势还是向上的，值得关注。那么这次回调下来，我觉得有一些个股还是可以关注的。那么这是元器件，嗯，最后一个吧，还是上证的券商。还讲了一下，券商大家对它口碑不好。前面我们讲的几个呢，半导体，这个元器件是消费电子的提升，嗯，对，芯片呢芯片，是成长性，嗯，而券商是抓重组，啊，抓重组啊，对，因为这个重组，啊，创造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嘛。那非中国莫属嘛，嗯，对吧？曾经我们中国也干过这个活，那么在重组的路上，股价一般来说是不会差的，重组完了也就结束了嘛。那现在还没开始呢，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券商里面的重组的龙头最近表现还是不错的，而且K线形态堪称完美，值得关注。完了，完了啊，哦，这么简单啊？刚才有的时候呢，大道至简啊，简单的东西字越少啊，往往有的时候越重要啊。所以刚才呢，展元也是展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说了三个板块啊，但是言简意赅，把他想说的都说清楚。那不多说啊，我们再来请出场外嘉宾。那今天那个场外嘉宾呢是胡嘉宾，来听听他对市场是如何来判断的。来，有请胡嘉宾。上证指数缩量失守了5天均线，调整下方仍有空间，可以关注3020至3000点一线。科创50遇阻回落了，目前最好的走势是回踩20日均线，同时补掉缺口。如果回到20日均线的话，我认为可以大胆的做出加仓动作。整个市场目前仍处在一个弱轮动之下，轮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建议关注一些资金持续流入且有调整充分状态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汽配和半导体。汽配方向的话，我认为可以关注一下无人驾驶和智能驾驶这些方向，半导体主要还是关注设备与材料方向。好，谢谢胡嘉宾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有看头家自营优选板块，我们来听一听张宁今天会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有看头家自营优选板块来进行互动交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宁。好的，老袁，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家自营优选策略。指数震荡回调，而接过上涨接力棒的是医药生物以及消费电子的方向。如何从中去寻找到更加具备关注价值的内容呢？一起来看今天的有看头家自营优选策略第一章题板。
市场目前依旧维持超跌板块轮动上涨的节奏，而医药生物方向呢，却已经明显走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上涨的持续性、可操作性和上涨的强度都相对来说比较不错。而我们昨天为大家重点讲解到的医疗器械的方向，今天在盘中呢也是维持一个强势上攻的一个状态，整体的上涨趋势是非常完好的。那么在前期经历了为期两个月的震荡筑底之后呢，医疗器械板块在近期出现了拐头向上，突破了前期震荡箱体上轨之后，依旧维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上行的趋势。那么目前呢是处在震荡上涨的过程当中，而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核心因素就在于三季度当中啊，医疗器械板块整体的营收是非常不错的，达到了1241亿元，增长6.9%，而净利润的增长其实更大，达到7.6%左右，总计达到288亿元。那么尤其是在三季度当中，包括北向资金也好，还是机构资金也好，都在持续不断的逆势的加仓医疗器械方向。因此呢，在大盘指数还没有企稳的时候，医疗器械板块就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底部的拐点啊，出现了向上走强的一个迹象。那因此呢，在医疗器械板块当中具备三季报业绩预喜，以及延续到四季度整体景气度比较不错，同时在三季度当中医疗器械受到机构资金大笔加仓的方向，在后市的过程当中是更加有希望走出主升浪的行情的。因此我们今天就为您精心梳理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将这份医疗器械板块当中受到机构资金抢筹的三季报业绩预喜的龙头品种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那今天盘中同样啊出现了中期技术拐点的还有半导体板块，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自从九月份以来呢，整个的半导体板块当中存储芯片的方向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价格的上涨。那么十月份当中存储机价格的主流产品呢，上涨的幅度已经达到了10%以上。那么因此整个板块的走势几乎是同步出现了向上拐头的。那么目前在低位启动以来是连续上涨突破了10天、20天和30天线，那么近期是回踩到了10天线和前期区间上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这个企稳十字星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说明短期资金啊在板块出现回调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进场做多的迹象。那么同时下方的龙头材指标呢还处在强势区，更加增大了后市波段上涨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中期的机会来进行重点的关注。因此我们今天就为您精心梳理一份半导体板块当中存储芯片相关的小市值龙头品种名单，您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免费的领取到手。好的，今天的有看头家智盈优选策略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老袁。好，谢谢张宁为我们带来的热点优选。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在微信连连看的板块当中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独家冠名。做投资要有好顾问，有不懂问九哥。九方智能投顾数字人九哥基于九章证券领域大模型，具备大盘分析、板块挖掘、热点追踪、个股诊断、策略生成、金融百科、事件推理、情绪陪伴八大核心能力，24小时在线即问即答，为你提供高效、专业、智能的投顾体验。上九方诊股 APP， 投资不绝，问九哥。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欢迎收看九方诊股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盘古论今节目，追热点，诊个股，选策略。上九方诊股 APP， 欢迎回到微信连连看。在结束了本周的交易后，您在下周会制定怎样的投资策略呢？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接着请袁建新揭晓今天微信互动话题的投票结果。欢迎回来啊！那本周呢，应该从周二以来反复拉锯啊，那到周五的时候呢，指数出现了一个回踩。那么下周会如何来运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投资者是如何选择的啊。认为下周调整没有结束，将向下寻支撑的有57%。认为调整结束，震荡向上17%。韧性仍在，横盘整理趋势的26%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投票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二个关于操作啊，第一个选项呢是回避高位品种，只看低位方向27%。那么第二个呢是强势品种，只低吸不追涨26%。第三个接力情绪不佳，短期观望25%。那么第四个是坚守有业绩预期的品种，持股不动22%啊。那看得出来四个方向啊，票数差不多，说明什么？分歧很大啊。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嘉宾的支持度，我看了一下是展元更高一些啊。那么接下来呢，送出一个福利，在应用商店搜索九方诊股 APP， 使用智能投顾数字人一对一问答，智能投顾数字人更多核心能力，请下载九方诊股 APP 立即体验。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再回来，再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一聊啊，下周怎么操作。来，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独家冠名。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股票太难了，赚到哪只买哪只，涨点吧涨点吧，割不割？炒股怎能靠运气？自己有实力，炒股更理性。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好，欢迎回来，我们来请出展元来聊一下吧。我讲几句我的心得吧。股市说每次进去都赚钱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的是怎么样能做到赚钱，四个字，小亏大赢。那我们要解决小亏是什么？控制好你的资产线。大赢靠什么？强势股。所以说赚钱的本质，先抓强势股，及时出逃，你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赚到一点钱。四个字，对，小亏大赢，对啊，确实啊。我是一棵树，我在荒芜的沙漠中等待着。你说，我是这里绿色的希望。这一辈子就是在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一辈子只是在输。你用一生的时间只为了实现荒原变林海的誓言，月亮山报平安。
一切正常。你在日复一日的孤独中守护着这片临海的每一寸安全。